时不时心脏都要跳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一直赢一分输一分。换人，你换上去，别投篮了，帮你杀伤。他们现在六尺范围都满了，一下就罚篮。你看人打多聪明，还投什么？投多少个了？我觉得我的所有出手很正，总想追平比分，或者说拉近比分，但是没进就是没进，没办法。Yes， 好，要咱们要，我们发篮，两罚中一，哎，接替组合换人，哎，等会儿换一个来，那个孙志阳，上来，等会儿我换人。没事。好，你们换上去。他在不断的换人，在防守和进攻的话，我们很有充足的体力和精神来干自己场上要做的事情。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 NBA 和 CBA 的一些差距在里面，对，就很会用的。全部都换，夏顺，给到孟翔，这边李栋，交给朱明镇，漂亮，早上犯规，哎，换人就打他。两罚中一，换人就打他。你上去，哎，我先换，换杨，先来换来，我也先来换，换杨下。他们会玩换人，我也会玩。发现我都没当过教练了，当了教练会玩这玩意儿。哎，你到这里掩护，该你打，换人，杨正。两分命中，龙骑士出拳，换，两分命中，梦想，哎，篮板，换人，手扬起来。漂亮，龙骑士拿到球权，唐指挥交给朱明镇，回传给孙思瑶，接替球权杨正，三分命中，暂停，龙骑士请求暂停。坐，漂亮，精彩，一分钟，坚持一下。你们三个现在全部都换，可是他们会有一个设计的，不要就是乱跑，就是你让他们一直在你的面前，懂了吗？然后你每次掩护什么掩护就换。他们是不是有个祝家荣？对。No， 不打了。祝家荣防谁给我运到这？然后另外一个锋线给我起来，然后他挡拆，跟祝家荣挡拆。如果说跟祝家荣上，你去挡；如果祝家荣换人，往死里给我要位，就打那一个。那行，那就还按三号打。来，一二三，龙骑士。1、2、3、5，5人。1分39秒。周瑞，漂亮，还有4秒，防守，往后退，威廉，底下，
上去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走位下，走位下。杨正，给到朱家荣。协防，换人。交还给杨正。三分命中。打了打了打了，祝明正两分，换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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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样的时候换上去，掩护拉开拉开，你打你打你打，两分命中 JT 请求换人，给妹妹，给妹妹。杨浩哲给到朱明镇。37秒钟。输了。两次罚球。一次。朱明镇抢到篮板，行行行，25.9秒，相差5分。哎哎，你等几秒，然后就打。来，全场龙骑士的球迷跟我一起喊：防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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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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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二。最后的1.7秒，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，恭喜 J Team 阵营，也感谢今天热情的球迷们，下一场我们 J Team 主场见。特别爽啊，就这些精神，特别激动，没有让我们的领队失望。这个是我现在打的最开心的一场比赛，每个人互相鼓励，每个人都不放弃，我觉得真的让我特别感动。好开心啊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很少有这种感觉，因为通常你输，你打篮球的时候通常都是输的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我们输了20分，可是我们就还是一步一步走，打得很认真，最后真的有机会追上来，太漂亮了，然后到最后杨振投进这个三分球，对，很重要，太夸张了。上手机天猫搜索天猫活力营，围观身为强者中国大学生3对3篮球联赛，为你的高校加油助威。